당의 경진 노선을 관철하기 위한 투쟁 과정에 림계전 핵시험과 지하 핵시험. 朝鲜当家电视台主播李春姬一身粉红套装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停止核弹试射消息。不过仔细看，李春姬这回播报似乎刻意降低以往铿锵有力的严肃感，还带点微笑，强调领袖金正恩军事政策大转弯是对各国释出最大善意。주변국들과국제사회와의긴밀한연계와대화를적극화해나갈것이다金正恩善意，美国总统川普接收到推文肯定，韩国总统府也表示乐见金正恩突破性决定，点头赞好，认为这是朝鲜半岛非核化意义重大的进展，势必促成两韩与川金两个峰会的成功。不过向来严格施压朝鲜的日本不满意，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朝鲜只说停止核武与洲际飞弹试射，却没有说要放弃中短程弹道飞弹以及放弃核武，金正恩做法太表面，如果有诚意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所有弹道飞弹发展计划，才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小野寺五点呼吁，现在国际社会不能减少对朝鲜施压，持续要求朝鲜放弃核武以及弹道飞弹的态度没有改变，加上朝鲜过去记录不诚实，曾经以停止核实验场为条件要求别国给予资金，没想到依旧继续进行实验，这次日本态度保留，先观察再说。金正恩核武护身符最新动态，各国相继表态。新闻时事报，徐若琳整理报道。